槽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，这个大蝴蝶居然变成了大蝎子。一开局我们是一个粉色的小人，不过不要慌，通过吞噬这些白色小人我们就可以进化了。我丢， Hello， 这里怎么有个26级的大蜘蛛啊，太可怕了，快跑快跑。长跑，哎呦我去，这才刚开局他们怎么就这么厉害啊，这也太卑鄙了吧。还好我进化成了一条小蛇，看我蛇皮走位，好家伙，你是准备追着我不放了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好，算你厉害，你给我等着，打不过我还躲不过吗？溜了溜了溜了。OK， 我也变成26级大蜘蛛了。小样，让你追我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的乖乖，上边的大蜘蛛居然有58级，还变成了一只大蝴蝶，这个惹不起，我们先躲着它。哎呦喂，我也变成大蝴蝶了，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又行了。妈了吧你！小样，还敢在我旁边扑哧扑哧，晃晃悠悠，我直接就是一个大钳子。现在我是变成了个啥？看着好像是一个直升飞机啊！那就先把场内的大蝎子解决了。偷袭！嘿嘿，现在就剩下一条小蛇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打。对了，还是有小伙伴没找到这个游戏在哪玩，点击左下角233乐园，搜索人类军队就可以一起玩了。